首先，我们先试制它的重量，按配方这里有一个振幅，就是左振幅、右振幅出六口的，然后振幅越大，它的振出六的速度就越快的。这个振幅的频率可以试制到零到99。 左右，现在单头的机器主要是靠右振这个振幅。我们现在又试制，200克的物品的话，我们就试制它速度慢一点，有试制它40吧。然后就是这个是试制200克，你按在这里，然后输入200克，它这个是以克为单位的，然后按确定，然后返回主页。 返回主页之后，就是我们上次已经称过了，有一个记忆功能在这里。我们先清空，然后机器就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一个清空的动作，然后再按下，确定那个秤里面没有物料之后，就按下，再按下置零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称重，按启动键。